那么大色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色，那么大色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色，那么大色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色。好，交回给我们的 MC。好，谢谢静行尊者为我们慈悲长期带领的长期引导，真的感觉很好。刚参加我们的佛友们，欢迎你们的到来。今晚的座谈会会由 Brother Ho Song 带领，所以把现在我把环节交给 Brother Ho Song。谢谢 Brother Peter，我想跟僧团跟班杰叔叔请求，允许我带领这个座谈会。OK，萨路，允许大家可以发言哦，萨好路。的，沙路沙路，过程中可能会跟班杰开讲的时候会有岔路或者什么的，也希望得到允许，沙路 OK，啊。当然，允许允许。好，欢迎大家晚上。大家晚上好，门弟晚上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清明节的谈笑风生，希望我们能够以比较轻松的方式，然后大家能够聚在一起的共享这个法会，然后能够从中能够得到更多的讯息，以及让我们怎样在这个清明尽孝道。首先我跟大家大概讲一下我所了解的清明节。其实清明节就是24节气里面其中的一个节气啊，也就是说，大概中国人我们华人传统里面把一整年分为24个节庆或者气候的关系而定的日子。那么清明在农历里面的3月，大概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说这个是万物生长于此时，它会生长得比较清洁而明净，故谓清明节。这个就是清明节的来历了。那么，为什么后来也从祭祖，然后拜祖先扫墓，而放在这个节日呢？就是后来的演变呢？所以我们现在也刚好4月9号过了清明节吧？因为在我们的阳历里面，4月4号或者4月5号，通常就是这个清明节的时日。我也刚好回去马六甲，因为我的父母也葬在马六甲然后。就有跟我的堂兄弟也去扫墓然后跟我的一些公公婆婆也扫一扫墓，然后跟大家聚一聚。可能我们从这个清明，我就让我想到我的父母的一些丧礼的事情了。我记得那时候是我的母亲的丧礼我的舅舅就过来问我说，他说福建话吧。啊，松啊松，按照我也处诶，就是说，为什么没有那一个大屋子啊？那个纸扎的屋子啊？当时其实我们是有订了，但是他来晚了，当然我也没有告诉他什么了，我就说，舅舅啊，我说这个屋子是烧来做什么呢？他就说应该是烧去给阴间还是什么嘛。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的妈妈应该不会做鬼或者是去阴间啊，所以我就觉得不需要我就以这个作为一个开引，可能想问问在座的班弟对这个这些关于丧礼然后我们身为佛教徒的，可能班弟有一些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可能由班弟叔叔为我们说开讲啊。哦，萨路后松，相信后松的体验应该我们学佛的朋友们，很多人应该都有遇到类似这样的情景，应该是也不少吧，我猜想。其实，在佛教，可能我也接一下地气。其实我以前早期还没有真正学佛之前，也是一样有。我看到我的家人也是有烧我婆婆、我的公公也是有烧这些
纸屋子啊，烧了很多，我们还走了很长的路途啊。所以小时候我们也不懂人家讲什么，我们就觉得这样是对家人是最好，这样是对我们的家人最好。包括我还记得我跟我的姐姐那时候很小，我的姐姐有美工课嘛，然后她就做了一个纸的电视机回来，然后她就给我看，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开心，因为看到电视机，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婆婆刚去世不久哦。我是很喜欢我的婆婆的，我觉得我婆婆是对我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讲，哎呀，我们有电视机，我们要烧给我们的婆婆，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就在那边开始找火柴啊，开始烧那个纸电视机啊，然后就一边在烧，一边就在念给婆婆，给婆婆，给婆婆。所以直到我们学佛过后，哦，才发现到其实我们这么烧的话，其实对死者来讲，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一些效益，而且这些东西也是一些他们在从事一些博他们的一些叫什么商业的一些利益吧，利益着想。所以呢，一是又浪费资源，又烧纸污染空气，而且呢，又对皮脂也没什么好处。所以在学佛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学佛过程就发现到，其实佛陀的方法对死者来讲，怎样是更有益处，更有益处，而且又不是很难，就只是布施东西或者累积功德就回向的时候，死者就可以得到。而且甚至大家都有听闻过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佛陀时代有一个叫做King。比比沙拉王的，他的亲戚在很久之前呢，因为造了一些恶业而成为了恶鬼道众生，然后很多的戒，受尽很多的折磨，很多的苦，但都不能从恶界里面走出来。然后直到那个故事很长了，我只是简短的，因为很多人也听过了。所以直到他们遇到了我们的佛陀的出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出生的成佛成道了过后呢，他们才得到一个机会，得到一个什么机会呢？就是他们本身有一个亲戚，很久远的一个亲戚，就是 King Bibi Sala 王，他们有很早之前有结下好的缘，亲戚的缘，然后也只有他才能够帮到他们，能够从苦界里面跳出来。怎么帮呢？就是 King Bibi Sala 王呢。那个过程我就省略了，不好意思哦。那个过程呢，就是 King Bibi Sala 就做了很多食物布施啊、衣物的布施、水的布施过后，回向给他的亲戚朋友们过后，当他布施到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出现很多的食物。当他们在布施，当 King Bibi Sala 王在布施水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水钱吧，那个叫什么？喷水池吧。像水钱这样的东西就出现了，然后当他供养衣物给僧团、给佛陀带领的僧团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像天神的这样的衣服的时候，就出现了像天神一样的服装。所以当然有一些就从那些古界里面跳出来了，然后如果有一些没有的话呢，起码他们的起码还能够吃得到、喝得到、穿得好。所以呢，我们其实了解到世界就是鬼界众生他们怎么样才是能够帮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只是做这样一点点，就对他们起到多大的用途啊！这个是一点点的，然后我也 pass 球给我们的另外两个尊者，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发言一下下。是啊，本地刚才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跟我舅舅讲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一点抱着一种怀疑的心情啊，因为毕竟我们越来越科技越发达，大家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嘛，就是比较清楚了，诶，死了过后或者烧啊，真的有用吗？哦，可能可以听听刚才本地 Rebecca 有什么说法和想法。好像刚才一开始后中有讲到那个清明嘛，就是那个24节里面的那个就是
可以讲万象更新嘛，就是那个气候啊，哦，大地啊，哦，都是属于很清明的状态。所以其实这个清明呢，哦，在假如你们有看那个，我不知道那首《橘子》是谁写的哈，哦，且修且行新清明，是后松你写的吗？啊，是完璧，我写的，啊，很好哦。哦，所以其实呢，哦，在这里哦，且修且行新清明，所以真正的关键就在那个心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假如我们说在清明节的时候呢，我们亲人大家一起去扫墓 ，OK？ 所以扫的是墓，可是呢，祭的是亲人，而元祭的呢是什么呢？是亲情。所以假如你说整个清明节来讲呢，它是有那个凝聚力的，哦，只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整个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在它那个内涵和那个我们的重点方面有可能忽略了一些，然后有些人也许他就是去清明，他纯粹就是 OK，就是那一天他就做很多东西，就为了那个他已故的亲人，哦，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到底我们的已故的亲人真正得到了吗？其实一个很大问号，而这个本身心其实是不清明的。哎，我们做很多东西，可是我们很怀疑到底有还是没有，哦，所以其实这个跟这个清明节就有一点点，哦，好像后松写的那个且行且修心清明，可是很多时候假如我们做清明的时候而那个心是不清明的话，那么接下来，哦，你在一代传一代下去，那么因为那个心不清明，也许接下来很多接下来的那个年轻人呢，他们就很多问号了，因为那个本身心是不清明的，做的一些东西是很多人都答不出来的，哦，所以假如我们很了解很清明的，知道说我们去扫墓，清明节去扫墓为的就是要铭记亲人，元系亲情的话，那么在这一层，在这个方面，在这件事情呢，我们的心是清明的。而至于我们可以做一些做什么，为这个我们的已故亲人做些什么呢？啊，刚刚这个曼迪斯苏达加拉其实也是有跟大家解释了，就是以我们上座部佛教的那个经典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个案，哦，就是我们以他们的名字做布施，然后我们回向功德给他们。好，啊，接下来呢就看曼迪那个班加沙弥尊者，哦，他有什么要补充。好，那刚才讲到后松说那个烧纸扎，哦，当我还没有真正出家的时候，我虽然学佛了，我还是会去烧了。那到那时候真的是没有这样的智慧。然后我曾经有听说过听说过那些卖纸扎卖那些纸钱的人，他说我一年只做一次的生意就好了，我可以用一整年。所以这个为什么呢？有人要我就做，那有人要我就做，那我们就回到刚才曼丽讲，那这个过去这中国的传统为什么有这个思维有这个思想，会让现代的人会跟着去做？那就我们再回到啊，班内罗亚大讲的，那清明是不是我们能够带起我们内心的清明？其实我们还可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当清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这个死亡，一起死亡。那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为什么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大家都高兴，为什么人死的时候会哭啼啼会悲伤？那他们没有想到说孩子出生他带来的整个一世的痛苦和苦吗？我们看不到吗？对不对？他只是看到他眼前的快乐而已，那他也没有看到说他将会老将会病将会死，他们看不到。所以在清明的时候，就像班内罗亚达讲的，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清明的话，就是用这个佛陀教我们的方法，就是念意念死。那我可以这边分享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苏布拉玛的天神的故事。那苏布拉玛那天神他有一千个那个天女啊，然后一千个天女的时候，他们在500个天女在树上唱歌，然后把那个花创起那个花圈
啊，然后他们在唱的时候，那苏妈那不就那苏妈妈天神，就当你听得很舒服的时候，哎，无意中那个歌声停了。他晚上看的时候，哎呀，我的天理全部不见了，不是不见了，只有不见一半里。那他跑去哪里了？然后他用那个天眼去看，啊，我的500个天理全部下地狱了，去受苦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天神的什么 Brahma 的这个经典，我们可以让自己知道，我们到底我们这一生累积的善行有多少？我们是不是只有等到临终的时候，只等到死亡的时候才来忆起我的善终吗？所以这个临终的那种如实之见，我们一定要先建立起来。什么？因为你没有建立起来的话，我们这一生到最后要面对的就是老病死。所以，佛陀常常叫我们审视这个死亡。那这个审视这个死亡，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不要放逆，就是我们不要懈怠，我们不要放逆。我们知道，我们总一天生命会迟早结束的。我们知道，我们会老，我们会病的。所以，常常我们这样思维的话，我们的心就不会傲慢，会有一种自负了，然后我们的心也会倾向谦恭与柔和。那你的心柔和的话，自然而然的，你的心就会倾向善的行为了，就是我会去做善的行为，我不要去增加这些贪，不要增加这些嗔，不要增加这些痴。那所以佛陀教导我们意念死亡，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会面对老死，那我们有些年轻人呢，就讲，哎呀，老病死不是我的事情，啊，曾经有这样说过，我不知道我的死亡先到临还是明天先到临，所以常常有这样的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会恐惧，那恐惧的时候害怕的时候，不是很恐惧啊，就是恐惧，恐惧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想要去做善的，因为什么？我们要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时刻做准备，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善行。常常每一天做布施、持戒、禅修、听法，然后种种的善业，让自己的生命更多的善。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善终啊。所以这个是我一点点的分享啊。对于这些，我们要怎样去看待这个烧纸扎呢？因为烧纸扎是中国传统下来已经变成根深蒂固了。我曾经有跟人家分享过百年谎言。什么叫百年谎言？不正确的，经过百年就会变成正确了。啊，所以这种思维是很可怕的。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的那种传统思维，我们都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所以就是一直跟到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一直做，我们没有智慧去分辨。那所以，身为佛教徒，我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局限，那这个我们就要好好的从善里面去学习，常常去思维啊，我的生命将会老，将会病，将会死亡，我现在能够做什么？我现在要好好把我的生命增加我的善业。好，我的分享呢？啊，萨杜班蒂，其实班蒂讲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确是有一点不敢正视死亡，尤其这一种真实的会来到来的。当然，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可能更多人会有这种损失，就是突然间不一定是到了年老你才要面对这个问题嘛。现在可能说年轻也会有可能面对死亡的一天，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好像我的一些家人他们在。尤其那个，接近老年的时候，他们都会，有点迟疑啊，要谈那个身后事的东西吧，就是说，可能你死了要怎样啊，要葬啊，还是什么啊，这些他们都不太敢面对。但是我相信，在座我们有个团队的带领跟灌输正确的政见，我们可能更要早一点的去了解这样的情况啊。讲到刚才讲的这个百年谎言呢，可能我们就讲到为什么我们。华人传统为什么会从这个丧礼方面，然后去处理
一直到说到最后的那临终跟之间的那个丧礼的处理，我们每次会看到说有一些人就可能在丧礼的时候做得风风光光可能做得又烧了很多东西啊还是什么的，种种的表现可能就是为了表示我的孝心嘛，好像说哇，如果你不做一点东西，人家觉得你好像好像不舍得或者不孝顺啊，甚至可能在中国都有人请一些哭丧或者哭孝的那个孝子来哭啊，表示他们的孝心。所以但是我们这种可以看到这种的一种歪曲的形象情形，就是可能像班迪讲，可能商业的一些炒作可能归根究底可能就是我们在政见上的建立不够坚定或者不够透彻，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种种行为啊。所以说到善，可能我们就讲到这个孝道百善孝为首嘛，所以我们就很注重啊这些如果人家说你这样子做就不孝，人家就觉得我应该去做，所以可能就是这样子。为什么那个屋子越做越大，那个纸扎的屋子啊，然后那个现在的什么 iPhone 啊，越来越高的科技都全部都放进去了可能就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所以可能我们趁这个机会也谈笑风生，就是谈一下孝道想了解可能从班弟们的角度说孝到底这个孝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据我所了解，如果大家对中文文字有一些了解，你看到那个孝是上面是一个这样子的字吧，下面是一个孩子的子，那么根据他们分拆来讲，它是一个智慧的意，就是上面是一个老的，去掉下面那个字加一个子，就是说一个老人跟一个孩子，老人在上面，孩子在下面。孝的意思就是你需要奉养，就是你身为孩子你要奉养的父母，然后你要这个老人家就是你的父母，然后你需要给他衣食住食都周全，可能要照顾物质上的，然后可能要在精神上啊，孝道所谓儒家的传统思想就是也要给他们精神上的尊重，或者给他们精神上的安慰那我想听听从佛教的角度，因为我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法义的僧团里面是有很多我们的班弟都是虽然身为出家人啊，他们都是亲身的在行那个孝道，而且都行的是非常让人敬佩的可能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导师先说起吧。我们佛陀身为悉达多太子，然后他出家过后成佛过后，到底他怎样去行孝呢可能可以请班弟叔叔或者是因为其实呢，有可能这个孝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清明谈孝，就是谈孝风生在清明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也许我们会把它体现在说，到底我们的亲人死后，我们还怎样行孝道？好，我先讲这一方面先，好。好像刚刚文迪叔叔讲到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布施，然后回向功德嘛，对不对？然后假如要怎样解那个祸呢？到底我们烧那些纸扎啊，那个 iPhone 啊，到底已故的亲人他们本身要不要呢 ？OK， 假如要答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你们活着的人哈。假如是你们有孩子的话，你们就应该要跟你们的孩子讲，到底你们死了过后你们需要那些吗？就先讲嘛，其实这个是沟通问题，假如一开始活着的都讲说，我不相信，我不需要，你们不用做，那就省了。因为好像以前我知道有一些老人家呢，他们是非常介意没有儿子的，就是后生，为什么？尤其是华人哦，为什么其中一个他们觉得，没有儿子不行？为什么？无后为大嘛，不孝的话，对我们传统的思想。对，无后为大，一个是这个，好像我的没有错的话我的妈妈他们有一个概念是说，没有儿子，没有人帮你拿那个什么东欢那个都那个。披麻戴孝不是有个儿子要长的那个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假如没有儿子的话，那么在葬礼的时候你就很丢脸，没有儿子帮你拿。
所以这个是因为他一种观念说，哎，一路来都有这样子啊，而谁写的没有儿子送终是蛮丢脸的。嗯，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他们就有这种需要，觉得说，哎，最底下的每个儿子呢，我死的时候有人帮我送终。哎，其实这个也是有关系到那个教育程度，还有那个人家那个人的思想嘛，对不对？而且呢，我们知道，其实死了就是投生的话，那么是谁送终，那有什么大不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有牵涉到为什么我们说清明行孝道，然后为什么要给儿子送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那种观念，一路来我们就有这种想法哦，华人的观念，所以那么就变成了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呢，假如我们要纠正，哦，刚刚好像那个班禅沙弥尊者讲的百年谎言的话呢，那么是华人来纠正，死人肯定纠正不了。怎样华人纠正呢？就是还没有死的那些人就先讲 OK。我们假如是以传统哦，从世世代代我们传下来，我们是这样子做。可是到我的时候哈，以后我死过后不用做，那么他就可以停。没有说怎样停呢？没有人敢停啊。对，哎，是跟着来跟着来，没有人敢停啊。对，明白吗？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东西呢，就是要华人去执，活着的人去执行的。死人不能的，死人是最无辜的，死人是最冤枉的，全部东西赖给死人就没事了。嗯，所以这个是属于到底我们的亲人死了过后怎样行孝道的。嗯，哦，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布施，或者是我们做了善行回向给他们，就是蛮简单的。Okay, 然后接下来呢，更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的父母在世的时候呢，怎样行孝道，哦，所以我们就听听哈，曼迪叔叔的扎拉哈，他的亲身分享。沙都曼迪，哦，非常沙都和尚还有雷瓦扎尊者，他们给的一些分享。当然啦，这些传统的一些文化，其实我不是很懂，哈哈哈哈，真抱歉，我是可能比较新一辈的。在还没有开始讲，像刚才雷瓦大尊者想请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孝道，刚好我就想到说，也许清明节它虽然是很多人的一些观念，但也许清明节它也成为一个是让我们像刚才班禅沙弥尊者提起的，它让我们思维一下死亡，思维谁，就是佛陀讲的死随念啊，这个其实这个课题，单单这个课题就可以用一段时间来讲解了，但我们时间有限不能讲解。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什么，当清明时节的时候，它除了让我们想到生命的无常，让我们趁我们生命有限的时候做更有利益，更有意义自己跟更有更能够意义到自己身边周围的人。从此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趁着这个清明节给我们回顾起我们所要感恩的人，谁是我们所要感恩的人，我们父母亲他是栽培着我们，带着我们从我们出生一直到我们长大，过程中也许他们会犯错，但他们都是起码把我们养育成人，没有让我们抛弃我们到街头，让我们被东西吃掉啊，或者怎样的，起码让我们有一个温饱。所以基于这样，我们都要感恩了。然后当然佛陀讲的啦，父母就像背在我们的双肩上面走很长很长很长的游巡的路，这样让他们大脚便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没办法回报他们。但只要我们给他佛法，只要我们让他从不布施变成有布施，从不相信佛法到相信佛法，从没有正见到有正见，我们就已经回报了我们的父母。你就可以看得到佛陀对要回报父母的那个恩惠，佛陀对父母的那个恩惠，他提到多高的一个层次。即使物资我们给予全世界的物资的需求给了我们父母，都没办法回报父母对我们的恩惠。
但只是我们给它从没有法到有法，从有法变成它的法更巩固而已，我们就已经回报了父母。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要帮到别人身边兄弟姐妹朋友们，也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让他们生命变得更有法，或者让他们的法更巩固的话，我们就已经帮到我们身边的人。然后说回我的父母的时候呢，我觉得啦，其实我不是太好的例子了，只是我是觉得当然佛陀是最棒的一个例子了。佛陀，我觉得佛陀是一个要讲孝道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佛陀啊。佛陀是怎么样行孝道的？佛陀是不只是孝道他自己的父母，而且还是孝道他的。他尽孝到他的过去生的父母，为什么？因为佛陀包括不只是帮到他的父母而已，帮到他的父母从苦海里面解脱，他也帮到他的亲生母亲，因为怀孕了，每一尊佛出生了过后，他的母亲怀孕，他的母亲呢，过了不久都会往生到天上去了，就不能活过7天是吗？忘了吧。哦，忘了查那个资料。但佛陀是为了他的亲生母亲的利益，特地的飞到了天上面开示的阿毗达摩，就是为了他的亲生母亲，然后让他的亲生母亲能够从苦海跳出来，然后当然了，也利益到其他的人。不止这么样，佛陀呢还怎么样？佛陀还帮到他过去世的父母亲，他还亲自去到那儿。给他们收他们的供养，我忘了是应该是有度到他们成道果了，应该是了。但佛陀就是不会忘记去，不只是这一生的父母，而且佛陀还会尽量去帮他过去跟他有缘的父母亲，还有乃至他的亲戚朋友。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身边我所认识里面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师父了，吉祥师父。我尽孝道其实很多都来自因为吉祥师父。我是看到我们的老师吉祥师父是怎么样的尽孝道。虽然我们不要我们先不要提班德玛格拉对他的母亲的那个无限的孝道之中呢，也有时候也是有一点严格。但我们这个东西这个课题呢我们就不要提了，因为那个是牵涉到。班爹妈妈对班爹的信任，而班爹也对他妈妈的彻底的了解，他才能够使用这个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是最有利于帮到他的妈妈的，所以我们只能要看的是看到班爹妈妈对他的爸爸妈妈是怎样的尽孝道。我还记得我跟爸我们在提起班爹是怎么样帮他的。他没这么担心他的母亲，但他比较担心的是他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他父亲以前没有造太多的善，而且累积了很多的恶业。所以，吉祥师父是为什么是怎么样的帮他母亲啊？帮，sorry，是怎么样的帮到他父亲呢？我是看到吉祥师父是带他的父亲来试验，然后大家有见识过他的。父亲包括在临终的时候，大家都有目共睹了他的父亲的那个状态，其实脾气因为辛苦所以是不容易的。但班德玛格拉总是守在他旁边，一直引导他的心走向善，然后也会发愿，希望呢他能够在他父亲临终的时候临终之前呢能够守在他身边。所以那的。班爹他讲说什么？在他父亲要临终前的5个小时，他都在旁边一直陪伴。然后也很奇怪，也是因为他的发愿、他的真心、他的愿，所以就在他父亲就快要临终的时刻呢，他就是有灵感，要他赶到他的父亲的身边，所以就及时的那一年呢，班爹玛格拉本来是嘎迪那的讲座是他的。然后临时呢，他觉得不大妙，他要回到他的父亲的身边，他就买了机票，就连嘎迪那的讲座他也 skip 掉了，所以就及时的去到了他父亲身边，一直5个小时的助念，不是助念了，
就是一直的重复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一直这样的皈依佛、皈依法、皆皈依僧5个小时，然后才能够让他的父亲的当时候心情的状态呢，能够平复，能够稳定他的心。所以呢，我这个只是说临终了，当然。过程之中，我们也看到班内玛格拉是对他父亲，其实有时候严格看温柔起来的时候，你是会看到我真的是不能像班内玛格拉这么温柔。他是对爸爸温柔起来的时候，那个温柔是很温柔的。所以因为这样，我看到吉祥师父对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就会愧疚自己以前对父亲、对父母亲的过失，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以带我的父亲来到场，能够接触更多的老师引导他们，然后过程中会烦恼的，不好意思了，这个是功夫不到家，有时候当然还会起烦恼，但我尝试，因为我记得吉祥师父讲过的一句话是，他的母亲有这样很好的思维，他觉得照顾病人虽然辛苦，但他还觉得他比较，他宁愿做照顾的人，都不要成为被照顾的人。所以，因为这一句话，我就想到我照顾我父亲很辛苦，但是他比我还要辛苦，因为他完全都不能动，他只能坐在轮椅上。那气血不通的时候，那个脾气啊，那个心的状态其实是很难受的。所以，因为这样的思考过后，我就能够体谅我的父亲的不容易。虽然有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的小摩擦，但也会体谅他，然后尽量的调服自己的自己的内心的可能脾气吧，内心的脾气调服了过后，还是继续的照顾好他，起码让我这一生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的安慰是，起码，这个也要多亏我的姐姐啦，在旁边，她有群法住着，在旁边一直引导她禅修啦。我只是负责她的健康状况，她的运动的气血状况，所以但我很安慰了，就是起码我的父母亲呢，能够在法上有起码有，也可以讲到有修到有一点点的小成绩，有修到一点点的成果。起码让这个小成绩、小成果，让他们对佛法的那个信心是非常的巩固，巩固了他们对法的信心。所以如果想我的过程，这个可能是一点点的孝顺的过程吧。肯定是班戒的，因为班戒的出家，那个你的父母也因为这样子而有一个正确的知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啊，班戒。虽然过程中可能不尽圆满，但是都可以看到我们因为班戒自己出家，父母肯定也会因为接受了佛教而得到正确的思想，而找到真正的快乐。当然我也知道，好像我有看过啊，班戒瑞巴达曾经。怎样说去引导孝顺他的母亲啊？可能班迪尔巴扎也可以分享他个人的经验。其实，假如是我跟那个本地孟加拉本地寻法本地叔叔佛尊者比较，其实我敢讲，我是做的最不合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始终只能给我的母亲受三皈五戒，连都不成功哦。有带他去，有去，他曾经去那个古晋住过了，可是并没有守八戒，因为他老人家他始终不能放下那个晚餐。哦，那我也因为我的相对我的母亲的年龄是蛮老的，然后我也没有说太过想讲啊，就是太过强迫性说要他守八戒了。所以我在想，假如跟这个吉祥尊者那个行法尊者佛尊者他们其实都度了他们的那个母亲出家哦，然后好像本地叔叔呢，其实因为他和他的姐姐都出了家，所以他整个家庭是不是
都有。每次假如我们以前我们回来槟城的时候哦，他们都会有做那个 house dan 呐，然后其实他整个家庭成员呢都是我们说都充满法喜的那时候，然后他们在榴莲季节供养榴莲呢，哇，那个榴莲很多很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因为孩子出家，所以他们建立了对三宝的那种信心，而这个本身呢，其实呢。就好像刚才班师叔叔有提到的，假如我们的父母呢是没有正见，而可以让他们有正见；假如我们的父母呢是吝啬，而可以让他们不吝啬慷慨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其实尽了孝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在因上帮他们。哦，好像刚才班师叔叔讲的经典说，假如我们左肩背爸爸，右肩背妈妈，走100年，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体大小便。都报不了他们的恩惠，为什么？那个是在果上帮他们，而我们假如在因上帮他们的话呢，那么他们造对了因过后呢，尤其是那个正见过后呢，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就会朝向对的目标哦迈进哦。所以其实刚才本迪叔叔讲说，哎，对他来讲，他觉得哦，他做的不够。其实我在想起哈，其实那么我呢，其实是更不够的。可是还好啦，哦，最低限度每次我回去呢，哦，一开始我妈妈是很排斥的，她一直讲说华丽我不会念，不会念。然后我说 OK，不用紧，你看着我嘴巴一字一字念啊。过后呢，她就很愿意了。每次我去都好要念戒，她知道，她就很随喜想念戒的。然后可是因为老人家嘛，又没有受过教育，他最可以记得的呢，就是那三句话。为什么呢？当我念完过后呢，沙嘟沙嘟沙嘟的时候，他就很开心哦，沙嘟沙嘟沙嘟。所以说，我在想啊，哦，最低限度，他对这个字沙嘟沙嘟沙嘟和善哉善哉善哉是蛮深刻。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那个般若三昧尊者的分享。是啊，本地巴沙弥也曾经有讲，我是知道说，可能本地沙弥从小就父母就双亡嘛，啊，可能本地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怎样的一个心路过程或者尽孝道的那个过程。那曼德里瓦达，你讲你做的不好，那我不是更没有机会做了？我13岁都没有父母了，这样的因缘，所以我出了家我要尽孝道也不能了所以那我那总体来讲，我还是不是比你更差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那虽然我们没有父母亲，佛陀也曾经在这个经典说过，我们都有过去世的父母亲、过去的兄弟姐妹。那我们可能身边就是我们的过去的父母亲、过去的兄弟姐妹。那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我去让他们得到真慧，让他们得到法，然后让他们得到修行，然后让他们得到那种正确的知见。那其实这样的话，你看啊，曾经佛陀经典有讲那有一些他们父母亲还没有过世，他们还是天人的时候，他们就一直来护持。那我们只要带着一颗心的话，我们希望我们把所有的一些功德，我们把一些知见，然后带给这些一切众生的话，我是觉得这个真慧反而会更大。因为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把这个心放得更广一点，希望所有的一切众生能够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得到这个真慧，然后也能够得到这个法。那我也那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班德叔叔和班德里瓦达有讲的，佛陀也在一个经典里面有些劝导无信的父母始建立，确立建立信，记住，就是你要给他们有一个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对法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所以第二个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戒，那我们就要给他记住这个好的戒。第三个，假如父母亲或者我们身边的人，他很吝啬，那我们要记住他舍布施布施的记住。然后他没有很好的智慧，我们就让他有那个慧记住。那佛陀就讲比丘啊，这个情形就是对父母做完了以报答。
所以从这个经典来看，我们不一定做某一些方面就觉得不足，其实我们觉得可以更广的把整个心做的对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也像我们父母亲一样、兄弟姐妹一样，把这个一样的信心、戒布施、智慧也让他们一起学习。这样的话，我们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是当然佛陀是讲说我们要解脱生死轮回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未来是你我之间都是未来是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我们的兄弟姐妹。那我们这一世能够做的话，我们就给大家这个先很好的一个条件我从我出家，我就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我虽然没有父母，可是我还是带着一颗心，不管怎样，我看到老一辈的，我就当着父母，我希望能够帮忙他。那年轻的，我就当着自己的孩子，能够给他正确的那个智慧，给他正确的当然自己的智慧还不够好了，慢慢学习了。我尽我的能力给他们正确的一个实践，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们，然后让他们在这个戒，在这个定，在这个慧，然后在服务。在听闻正法这些师父业里，慢慢的去增长，这样的话，我们就算父母亲不在了，我们的心就会觉得，哎，我有这颗心去报答所有的一些众生，这是我的一些分享，是啊，三六班的哇，就是讲到这个，就让我想起我记得我曾经听过说，我们南传就是上个部可能有讲到一些习惯的做法，就是好像说我们父母在临终的时候啊，可能能够挑起他的一些善的心跟善业，然后就会把那个功德，他做过的功德之类的，可能就念给他听嘛。所以，当然前提就好像班上面讲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前提就要让他在过程在生前的时候，能够带他一起多做一些有功德或者善事，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累积善业的机会啦。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生的人可能可以做的事情了。尤其说我们不要等到说到最后的时候，那么想做也可能也来不及吧。像班弟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一个。所谓的行为跟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一起做善业，然后让我们如果生的人能够为现在的父母尽孝道的时候，让他们做多累积多些善业，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尽到孝道那么我是想请问班弟们，就是说关于这个临终最后的意念，这个可能班弟们可以让我们可以多了解怎样去好好的。可能陪现在的父母，可能遇到一些情况，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疫情在发作的一些朋友，或者真的有到了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怎样去维护他们的善念之类的？可能本地叔叔有。萨度啊，萨度大家的分享啊，没有了。刚刚我在想到说，刚才我们在讲感恩父母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些些，我觉得可能也跟大家讲一下吧，我在自己本身的过程。也许我相信，因为我自己也看到我们的佛友，你们大家有些甚至比我还要有孝心的。但我也许给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以前其实不是说很有，其实不是说非常，不是说一个非常有孝心的孩子吧，基本上对家里不闻不问的，所以我只是讲到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不觉得有什么过失，因为我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包括我父亲在发生意外的时候，我的心也是有一点麻木的。然后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也包括有一点点的埋怨到，我爸爸的发生意外过后，整个生命整个家庭都艰苦起来，我都有埋怨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不是说这东西是好，我只是讲说这个东西是我经过那一段时间过后，它反过来的东西是什么？反过来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20多岁嘛，也有女朋友了，但我很怕有孩子，我很怕孩子，
我虽然我喜欢孩子，但一提到说要有自己孩子，我就怕了。怕是为什么？怕是因为我想到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孩子，我怕我生出来的孩子跟我一样，这样的话就很糟糕。所以我要讲的是，当你对父亲、对父母亲没有尽责，没有真正的珍你还有在的时候去关心父母的时候。啊，等到有一天那个果报回来的时候，也让你内心有不安啊，内心不安。然后最明显的时候，包括我去学佛的一段时间，我的内心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蛮谴责的。我在一个虽然我不是讲说自责好了，因为自责本身是不善行，但那个果报就是会让我在学佛的过程的时候，我一直会想到我以前对父母亲的不好的那些语言啊，或者那个态度啊，所以我只是，因为刚刚大家都在讲到怎样尽孝道的时候，我是只是想提一下一个反面的教材，是说如果我们对我们父母亲也没有，当然了，我是幸运一点，我还在我有生的时候，有生之年，父母亲还健在的时候，还来得及悔改，还有机会回报他们呢。我只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教材是，如果不要他到我的不要走进我类似跟我一样的处境，然后有一天父母亲不在世的时候，或者有一天学佛的时候，想起自己对父母亲所造的一些不好的语言或者行为的时候，内心会有时候打坐就会升起那个懊悔的心啊。这个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分享，希望呢大家能够趁父母如果还有在的话呢，能够尽量多关心父母亲。虽然我们是照顾他们的因，但我们也要想到果上面，我们也要照顾。佛陀从佛陀的教法里面，我们就看到佛陀怎么教导怎么做太太，怎么做丈夫。我们就可以了解，佛陀也不会忘记去，人家还是要吃饭的，所以佛陀还会考量这一个我们要考量到给父亲、父母亲一些物质方面的一些需求，还有舒服也是要给的。然后更重要的是要照顾到像刚才两位尊者讲的，他们的一些未来的因，我们更加的要注重，因为这个是让他们未来的生命一直导向光明的。好，讲完了这个东西呢，我就回来到临终，sorry，不是临终，刚才讲的是临终关怀是吗？没错，临终一念，反正，临终意念临终意念，其实这个东西我蛮注重的哦。虽然我是蛮喜欢吉祥师父给这个譬喻，临终就像考试一样。如果你前面不好好的坐下就是平时没有累积你够你的因啊，比如一直时常会保持着清净的心或者保持慈心的话呢，你面对临终的时候再来临终抱佛腿的时候，不是临终，sorry，临时抱佛腿的时候，那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就像考试一样，如果你平时不读书、不准备的话呢，你要考试考出好成绩，有不能说不能，但有一点点，在佛经里面是有一些这样的例子，但也是他们也是蛮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一些好的条件，他们才能够及时转过来，不然的话呢，有一点不容易了，所以但我们也要了解临终关怀还是重要的。为什么？即使你读再多书，准备再好，但真正考场，你没有懂得怎么样进上考场的一些准备的话，怎么应付考场的话呢？你准备之前准备再多，考的可能考出来的成绩也可能不如你所愿。那是所以呢？临终关怀还是需要的。那在佛陀经典有没有？我就看到佛陀在经里面的时候，忘了是在律藏呢，还是在哪里？比如有一
戈壁秋不是身体长了很多脓包嘛，生了很多脓包，因为之前造了一些恶业，所以他要临终的时候身体长很多很多的脓包，所以呢，很多比丘都是照顾他，他一段时间都受不了，太臭了。然后呢，佛陀有一天一关照整个世间，他入大悲定的时候一关照整个世间，他就看到这个比丘，他即将要面临死亡，然后佛陀可以帮得到他。那佛陀怎么样的帮到他？佛陀去到不是直接就给他药，不是直接就是帮助他，直接教他发佛法。佛陀做的是什么？佛陀的是先考量他当前怎样才能够让他最好的状态受法，所以他考量到，所以佛陀一考量的时候就知道，他现在身体都给他很多不舒服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安下心来听佛法呢？所以佛陀也就跟阿难尊者呢，就清理他的身体的一些那个流出来的脓汁啊，然后当然啦，换上很好的衣服啊。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忘记的是，佛陀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磁场，就是无限的慈爱的磁场，所以佛陀的存在就是会给他很多的身心的舒服，内心的一个安稳。所以，经过佛陀跟阿难尊者的这样的清理和照顾他的那一位尊者的过后呢，他的心就开始的安定下来，不会被那个痛苦所影响。所以，接下来佛陀就看到时机到了，就给他一些佛法的分享，然后他就证果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佛陀也很注重临终的时候要给他处在好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注重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比如父母亲，或者即使不是父母亲，或者是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如果要临终的时候，我们要懂得一些东西，要避开的是什么？避开的是什么因素能够让他的心不能稳定的东西，我们要帮他去除。然后这个东西就要看到你对他的了解了，比如。他如果内心还有一些纠结放不下的话呢，你能够安抚他，或者在怎样的引导都可以啦，就看当然要依法啦。就是如果他有一些纠结的话，你可以让他可以放下这些孩子都长大了，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命，他们也有自己的业，然后呢就让他安住在善法。如果他对佛陀有信心，就让他安住在对佛陀的慈悲，如果他对佛法是没有信心的话呢，起码让他的心呢安住在慈心里面，安住在善心里面。然后那些哭哭啼啼的因素呢，就像刚才后生讲的很多人都在临终之前要请人家来哭一场啊，要什么要什么哭丧啊，要表现他们的孝心，这个是非常的忌讳的东西。所以呢，要懂得是在临终的时候，是即将面临死亡的那些要叫什么呢？即将面临死亡的朋友的那个时刻呢，千万不要让这些哭哭啼啼的东西在他的身边，围绕在他的身边，然后给他有处在一个能够舒服跟安宁的一个空间。然后包括吉祥师父也跟我们提起。他的父亲呢，在要临终的时候，医生来问他要不要做 PCR，因为这个是医院的需求嘛。然后班德玛嘎就马上就拒绝了，都已经老人家了，然后剩没多久，这样 PCR 下去，他的心哪里还能够平静下来？然后他发现到他的父亲都有一些辛苦的时候，他也请求一些护士给他注入一些止痛药，让他的身体的疼痛不会影响他的内心。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就看你们当时候对的那些因缘条件所的了解。所以主要的目的就是一样，就是能够让他的心平复，安抚他的心，能够平静，能够处在善心，最好让他的心处在最有效力的光明吧，最高。还有佛种子哦。我主要听到这个了过后。然后讲到这边呢，我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想要 share 给大家啦。因为主要第一个就是那个，的确，如果讲
孝顺这么多的话，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头，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临终一念，因为他注定下一次的投生会去那里。所以为什么像曼迪曼格拉，我们啊都会很注重那个临终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要在身边。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如果做了很多东西，最后那一个 effort 少了那一个努力的话，那就可能他的很多善业生不起，尤其是他的身体有痛的时候。这里我讲一个我的学生的故事。我的学生的他的家婆，那是两三年前吧，中了乳癌，然后开始就是要步入那个最后一个关卡的时候了，然后就真的就是很想，就是完全跟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样，一模一样。一开始就会跟他的家人讲，为什么家里有狗的？为什么有狗？为什么要这样狗这么大只的狗过来？然后一直看到有狗，大只的狗。然后因为他有听闻佛法啊，那所以看到这样，一听到这样，他觉得不对劲了。其实这个是气象。当我们看到这个象的时候，是气象，就要去投身不好地方的那个象。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有跟我们讲了应该怎么样做了，然后我们有给他一个引导，其中呢就是他有一个榴莲园啊，然后曾经是我曼迪尔瓦达曼迪萨川南达和一些出家人都有在那边过单过了，他们有积了一个谷地，然后那时候他的母亲就有这个机会来做亲手工袈裟啦，然后也做布施啊，然后也这种因缘呢，他所以那个时候他第一个跟他的母亲讲的就是一起这个你还记得吗？班爹有来这边，然后你有亲手供养，这个很关键啊。第一个跟他讲的，他是没有，最重要的是要让他的心有信心，不要吓他。不要跟他讲这个是相不好，这个是什么，他没有，他完全的没有跟他讲这个不好，他只是跟他讲你有做过什么好。然后他讲了你有做过什么好了过后，那他就很努力的放那个诵经，那长老的诵经在旁边。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对着那个床的前面的高比较高一点的放了一尊佛像，他讲你如果是有什么害怕的时候呢，你就看那个佛像，一直看着那个佛像，然后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常常每天他的这个媳妇是非常好，每天引导他一起拿五戒。然后一阵子过后，然后他开始就慢慢看到，有一天的时候呢，他就会跟他们讲，哦，这个狗狗拜拜拜拜，狗狗拜拜。就是看他的狗呢，那些大大只的狗全部没有掉了，走掉了啊。然后过后一开始他就开始看到光明啊，开始看到光明，然后他就知道啊，这个是好的现象，好的迹象。然后一直看到光明了过后，他就想啊，你一直有看到光明，你就继续的啊，想一念佛法身。知道他就是他离开这个东西啦，就是他离开，然后而且就是他离开过不久，他是马上可以有那一种类似，他这个不是托梦，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当他在送那个送终的时候呢，就是要拿去那个丧礼的时候，就是要拿去，我忘记了是应该是火葬还是什么啊？就是那个路途之中呢，他就坐在那个车的后面，然后闭上眼睛打坐，因为他常常有打坐的那个习惯。然后忽然呢，就看见很光明，很光明的光，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好像仙女这样的出现，很快漂亮的仙女出现。
然后没有讲话，没有讲话了过后，他就觉得哎，怎么会有忽然有这种东西出现？然后他就跟他讲，那你是不是我的婆婆？然后那个仙女就跟他笑笑一下，然后点头了，然后就离开了。然后他就充满了很长的发喜，然后后来他有来找我了，然后跟我分享这个故事，然后我就跟他讲，你要不要 record 起来？然后我有叫嘉义把他 record 起来整个过程啊，他讲的会比较精彩了，整个临终那一念真人故事，所以我听了那是觉得是很好，跟我们经典讲的，那就是以前经典讲的是这种，可能有一些人还不大相信，而且这一个是他亲眼看到的这一种转变，所以当刚才后松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不要露脸来 share 一下要不要露脸，因为这的确是听了的时候很多人就有很强大的一个信心，那应该是真人故事，那不只是佛陀的时代，我们看到那个法句经的故事啊那些，然后不只是那个，这个现在还有，而且他还有亲口的描述，然后那个过程呢的确是跟经典的一致了，那所以的确是那个现在我只要讲的那个重点，就是临终的时候如果有能力给他不要痛的话是很好，然后不能的话呢，你一定要让他可以转移目标了，转移一个目标，然后让他有善的能量，他有做过的，因为佛陀讲的就是临终的时候如果那个善业或者是恶业，他们会进，就好像竞赛一下，像那个牛盆一开的时候呢，那个牛往那个大门整个要冲出去，冲出去的时候就是有善和恶的恶业在那边拱壁，然后如果没有人，这个是讲临终业，刚才他那个女孩子做的是临终业，然后我们讲临终观来的时候是临终业，那如果没有一个人临终在旁边的盖他的话呢，就看那一只牛比较强的先出，由于如果身体不高兴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起的那些不善的能量负能量，一般上就是不好的念头会比较多啊，所以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他可以一起的，比如讲诵经，但你不能常常诵的话，可以 play 那个 recording 啊，尤其是大长老他们的诵经是很包袱的，在旁边一直 continue 的 replay， 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种呢，就是很麻烦的，就是临终一念的时候，如果这些老人家的心啊，那个定力或者是正念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可能他过去的他的亲朋戚友就会过来了，尤其是那个鬼道众生，然后就是他们就会来了，然后常常我们都会有听到有一些人讲某某人的谁要过世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他过去的阿姨啊爸爸啊什么在门口那边等他了，然后他们觉得很高兴哦，他爸爸要借他要什么东西啊，要借他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如果一直重复的诵放那个播那个诵经的话，尤其是一个 complete 的一个 complete 的诵经的话，我们一定会有请龙天护法来听闻佛法的，那如果有龙天护法有在的话，那这一些恶道众生呢，他们就没有机会去影响他，那就不会让他出现，这个不是这么难做，其实是我们佛教南传佛教就可能没有一套很完整的这一个啦，所以因此我跟班迪贝卡就出了一本书叫《吉祥的选择》啦，在这边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也有了卡通版的，那如果你们要的话可以 download 啦，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就看到在疫情里面很多人就可能有亲友那他们就离开了，然后不知道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样的做，那我们就给了这些 guideline 啦，你们可以去看，
有卡通版的，那如果你觉得卡通版不够，你要去看那个书的，那都有。那巴蒂尔皮卡都学得很好。然后这个整个东西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指南啊。我们南传的话是怎么指南？其实是很务实、很简单。那你只要你懂，你不知道是可以利益自己，你也可以利益朋友啊。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在这边的去 download 来看啊，去 download 来看，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啦、啊，会马上去做啊。然后这个过程中，如果还可以的话呢，就在临终的时候再多做一两个善事啦，比如讲以他的名义啊做一些功德，那时候很好的，就是给他在 boost， 你可以讲他过去有做了什么，这个还不够，当下如果他还可以听得到，还有那种意识的话，马上要做。什么样都没关系，就是他最重要是做他可以接受他想要的。比如讲他一般上不喜欢出家人的话，你就不要讲我帮你去做布施啦。然后看他比较相对他可以接受的善，那马上给他了。然后这样的引导他们，然后跟他讲把这个心朝向着光明，然后就是面对佛或者是一个香，或者是重复的念也可以了。那重复的念，如果他不能念很多的话，你跟他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好了。当他的可以重复的念的时候，他有重复的力量，这个重复的力量呢，可以给他有很强大的一个正念。那这个正念也让他的心给光明起来。然后刚才曼迪瑞瓦达和曼迪叔叔都有讲了，周围的人就很关键，临终的时候呢，周围很关键。这一个是我在古晋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信徒，他的妈妈90多岁了，然后五个器官全部都不行了，然后医生就叫他带回去，把他妈妈带回去了。然后那天呢，就请了我们出家中去他的家了，然后我看到他妈妈的时候，眼睛虽然身体是坏了，眼睛的那个意识是很聪明，还很 sharp 的，就是那个高低，就是他眼还有那个光泽，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看一个临终的人，他的还可以受得了法，不能受了法，你看眼睛的光泽有没有那个光泽，就是他的心是很亮。然后我一看到，他心事很 clear， 我就跟他有一点开玩笑了，我讲就把他做得很简单了，讲你很好啊，照顾到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都这么乖，那肯定你会上天堂了，你上了要记得来看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了。然后他就在那边笑了，笑笑笑了，然后他们就把他送袈裟，然后我就把他然后帮他诵经了。过后他就多活了3年还是几年了，然后过了那个几个月过后，那个全部的医生跟那个我的信徒讲呢，你可以不可以带你的妈妈过来，然后你带你妈妈过来，我们还补你钱，你不用不用钱，我们要整个 medical checkup， 然后我们补你的妈妈钱，就是你来医生，因为他为什么他就讲叫全部的专科，心脏的专科，全部的专科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miracle， 他们要知道这个 miracle 到底是什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临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所做的对的东西，当下做的，他可以 boost up 他的那个过去的那个业，这个业呢就是upadambaka karma， 就是支撑的业。他的其实他的寿命还没有完，那只是落了很多，然后他的 identical karma 就是相应的让他支撑的那个业，然后把它加强起来，然后就是把加强起来过后，他就会把那个会干扰他的那个业慢慢的小掉一点点，然后他就很高兴了，他的妈妈就活了好几年了。好几年的话，老人家如果是一个很有
学佛的人啊，每一天都是加分的，那是很难得啊，做人是难得的，能可以多一天的话是多一天的好。除了今天我出来讲的话，又是我母亲去槟城啊，今天本地巴沙咪。不要是我们道场有 false alarm 啦，就是我们有一个百树员工呢，他就生病好几天，然后他就 test 到我们给他那个 self test， 那 test 了两条线呐，把上面去 test 了也两条线呐，然后我现在我们整个道场进入那个紧急状态啦，全部都是戴 mask， 然后我就担心我的母亲是很老了。我就因为周周本来20号要回，我就叫他今天啊，马上看可以的话就把他带去那边呢、啊。可能比较，万一如果什么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啊。然后他也本来要回去 medical checkup 嘛。然后他要走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乌嘎沙的时候有一点流泪啦，一点点啊，他讲。万一如果我接到什么不好啊，问题我要回来道场，然后我要在道场过，我不要在家里呢。所以我听了的话就觉得是，他已经是对佛法神呢、啊、就很强大的那个信心了、啊。即使是怎么样，他都可以接受，然后他会接受在道场过，所以我讲我也。把今天我出来的分享，主要这个功德呢，也让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啦。如果他有听到的话，就把这个功德跟他分享，让他都可以有带着一个光明的心，可以面对一切的考验呢、啊，也可以让他可以一直，这个成为他很强大，尤其是让孩子出家是一个。很好的业了，然后常常跟他讲，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都忘掉了，你可以只要做两样，第一是抓住你的衣服，那你要讲呢，我是出家人，然后第二个你也想，你布施了一个孩子出家了，你常常想这两个就够了，那是很强大的业了、常常我就跟他讲这种，然后今天的分享，像那个巴扬萨密呢，那也给全部的父母，把我的如果有讲我有近一点点的孝道，那就是度我的母亲出家，也把我这个功德跟全部的母亲，那你们的母亲啊们分享和其他看到不看到的母亲们分享啊，然后愿他们呢都可以啊，随喜我们的功德。OK， 好，我分享在这边。沙杜沙杜沙杜班帝，谢谢班帝的客串呢，然后把那个重点带出来了。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好了，就是让大家能够说在差不多要接近结束的这个时间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啊。我觉得我记得说我的妈妈在她还在世的时候，我曾经尝试想要带起她的善念啊，可能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父母可能都不是很正信的佛教徒，他可能也不太清楚佛教是什么，他只是每一个满天神佛都拜嘛。然后我就有告诉他，到像你如果万一你到了临终的时候，你在那个判官的面前啊，因为我用他所了解的知识去让他知道，万一你在判官的面前，他问你做了什么善业，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做了什么善业？那么一样的，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也学识不高啊，很多时候他们也讲不出我有做过什么善业。如果他们没有来清净僧团啊，没有做布施。没有做这些的。当然之前的接近他的晚年，我是有带他去见即将尊者，然后供养即将尊者啦。但是他回忆不起来，就是这些东西。那我就跟他讲，这样你回忆一下你生前做过的东西啦。我就告诉他，其实好像我们的父母，他们本身把他的精力和精神就是这样子奉献的养育我们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善业来的。就是如果他能够好好的照顾家庭啊，就像我告诉我妈妈，他帮他的太太，就是帮他的家婆照顾他的我的叔叔跟所有的那些姑姑啊，因为他们都很小嘛，他就好像一个代家长照顾他们，然后又照顾我们的家庭，
然后顺便又照顾我们的孩子，变成他照顾了很多人。我就告诉他，你算一算你到底照顾了多少人。我说这些虽然你看来好像只是很普通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全部都是一些善意来的。所以有时候如果他们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善业，那么我们让他们回忆，让他们想起他们所做过的一些善行啊，这些都是能够成为给大家一些参考啦。啊，这个是我在以在家人的角度来讲啊，但是我是想像班迪这样班迪古拉给他可以度他的母亲出家，我觉得这个功德是非常的大。然后也像他的妈妈说的，如果他能够在道场在一种善的环境之下度过，那么我们这个所谓真正的善终就真的是能够完成了。然后也跟班迪古拉给他讲一下，我们这个整个 forum 都是照做这个善吉祥的选择的这个一个大纲来去完成的。所以我也是想也跟大家推荐这个吉祥的选择。我有一个佛友，他大概几个月前他的爸爸也是在临终的状况，然后我把这个吉祥的选择整个 PDF 就送给他去看，然后对他起了很大的帮助了。尤其我们如果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或者不懂怎么处理，吉祥的选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本书，让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好，最后我想看班迪还有一些要做一个总结吗？班迪叔叔，或者是班迪瑞贝塔，班迪班萨米，或者班迪布达拉吉塔。我在这里哈，在这个机会啊，我也是想把我至今累积的功德哈，特别分享给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也是93岁了，然后最近的那个身体状况也是不是很理想哦，就是只想睡觉而已哦，所以我把我至今所累积的功德呢，哦，也分享给我母亲哦，希望她可以渡过难关呢。下路，文天叔叔有什么给一个总结还是什么吗？哦，总结啊。总结，我要非常感恩佛护尊者，还有两位尊者们，班雅沙啊、雷瓦大有班雅沙弥，还有我们的后松 brother 后松，大家都给予非常棒的一个分享，个人的分享，大家都是大家都是非常有孝心的佛弟子，杀的大家。然后当然了，我也在后面呢，就借这个机会呢，我同时我也跟我的父母亲，虽然他们不在这里，但我之前也时常也有跟他们道歉过，也感恩过，但我也要在这里也要跟他们 say sorry， 是我以前但我也要感恩他们给我一个机会，因为起码他们配合他们。接受我跟我姐姐的一些意见，然后来尝试修法，然后虽然是帮到她，但同时在帮她的过程呢，也帮到我，因为我解掉了我内心很大的一个遗憾啊，不是遗憾啊，解掉内心的很大的一个懊悔吧，一个心中大石啊。所以然后当然也感恩每一个这里的每一个父母亲，然后因为照顾孩子长大是不容易的，当然他们会有做错的时候，当然但他们都是尝试他们最好的努力了，然后当然也非常感恩这里我弟子们大家的对父母亲都非常有孝心的付出，还有对佛法有无限的真心，这个都是非常的杀戮的，然后应该没什么了，然后就这样 pass 给班雅沙弥了。我一个总结啊，我自己写的，生前地上几行孝，生过身后扫墓门，清明忆念父母亲，不如再次修福业，累世亲属聚此事，共会功力增上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刚才讲了，这每一个人都有过去式的父母亲，现在父母亲，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己的善业能够持好的做好的话，其实就我们能够扶持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能够让我们升起这个孝心的啊，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每个生命能够增加我们的善业啊，布施、持戒、禅修，
定文佛法学习这些商业慢慢增长的话，同样的，你让你身边人增长的话，一样的，这个孝心就已经在展现出来了。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生命增加这个善缘。那我也把这个功德以所有的一切众生因为都不知道我是我的父母还是我不是我的父母，我都一样的平等的分享，愿他们能够学习这个功德，愿他们平安快乐祥和健康。好，阿杜阿杜。那么今天吉达有一些总结要跟我们分享吗？我刚才讲了很多了，至于其他人有什么问题要问的？中南这里顶礼三位板爹哈我是听了这个清明的话题就想起我现在是学佛了，但是以前的思想呢，我只是有一些更改，但是还是有一些的疑惑比如说啦，我知道的是该怎么讲，我的意思说，我想带出一个佛陀，这个佛陀在生的时候，他有一个，可能我现在记忆力不大好啊，那样班爹等下可以纠正一下。我的意思说，我有看过一个佛陀的故事，就是佛陀的时候的，不是他的本身故事，什么不是？他是说他那时候带着一些的尊者然后经过一堆次。好像乱葬岗还是哪里，有很多的骷髅骨在那边，然后佛陀好像是像这些骷髅骨是跟他们跟着顶礼呀，还是什么样的动作，是很尊敬的啦。然后弟子们问他说，为什么佛陀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像佛陀那个是讲说，那些骷髅骨里面有他累世的过去世的父母，所以他顶礼他们。所以然后我从这边那边我就延伸开来讲，那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这个世间这个空间到处都有众生，那也很可能，那里面也很可能有我过去世的父母亲友都很难讲，我现在是着重讲父母。那我想要确定一点是不是说鬼道众生真的是对气味或者对这些我们不知道他的食物，那假如说他们真的是对香烛或者是烧的东西的气味真的对他们来讲有帮助，或者就是他的食物的话，那我们不讲说烧 apple 烧物质烧船什么，不讲那个，我们只是单讲那个燃烧的动作是不是对这些众生对他有一些的受益，或者这可能就是那个气味就是他的那个烟什么就是他们的食物的话，那个众生里面又可能有我过去世的父母或者亲友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我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说我们做好过不做，或者是说我就当作是这个像佛陀那个动作一样，我就当作是这一个烧这些的东西是供养给我过去世的父母呢，所以请三位班的哪一位都可以为我解除这个疑惑。杀毒杀毒杀毒。我答这个第一个就是佛陀是没有顶礼或者是那个骨颅啦，就是骨头是没有啦。对，不好意思，我可能会记错，但是这是我知道说的。但主要的是你讲的就是这些仪式是需不需要做啦，几样东西我们讲啦，就比如讲啦，据我知道为什么那个烧纸，那死过后要烧那个纸的，然后我这个是我是道听途说啦。那个是一个很老的尊者以前讲的，是在中国以前的时候呢，他们需要守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现在我们的殡仪馆，那死了过后的棺材也不是有钱人的那个就，那个棺材是很贵的，很大个的，那穷人有时候买不起，或者是比较简陋那个木板，
所以他们要守夜，为什么呢？就会有那个野狗什么东西来叼。那守夜的时候，他的那个屋子是很冷的，在北方，所以他们就要有那烧树叶、烧什么东西在那边取暖。那取暖了过后，人家就问嘛：“你在做什么？”然后他们就是为了要讲，不是要讲他什么要讲那个东西，讲的头头是道的话，讲的比较有依理依据呢，就讲我烧这个东西给光明，让我的爸爸妈妈在那个阴府里面暗暗的地方可以看到光明，可以知道他走路。那就有人相信，但为什么没有人从那边来 question， 就讲你这样烧的话，是不是诅咒他？诅咒他是他让他去黑暗的地方，然后一定是那边呢。那但因为人对于未知的东西，就是看不到的东西害怕，所以就会做很多的那个动作来 justify， 就是来讲我做这个东西是对的。那长久过后，他就给人家一个什么错见？错见是什么？我只要做这样就 OK 了，那每个人就做，你每个人这样做了过后，他带来的那一个实际的效应也没有这么多，然后让那些守夜的人辛苦，然后也让他们，然后就人家误以为孝道就是这个，就是临终快点烧多多，然后就是对那个就没有，然后恶鬼道他们呢，就讲回你讲的那个恶鬼，然后就有四种样的恶鬼，有一种样的恶鬼呢。是我们回向，只有我们回向功德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很快的，就是投身别的地方啊。那一种众生呢，就是他们的福报会比较多一点，就是他们就跟我们一般上他们看到这种恶鬼的话，他样子是跟人差不多一样的，就好像有人像有什么呢？但有很多恶鬼，我们有些人看到呢，就像比如讲北方都会讲西罗盘啊，那种啊汉都本店啊这些东西呢，就是有一些恶鬼，然后就是他们 consume by 他们的业，就是他们的业，就是一直给人家的业的，然后就是他们怎么样就是喝不到东西，怎么样都吃不到东西，然后有些呢就是他们的那种业，然后就是让他们身体。出来的那个恶鬼没有一个好像人的像啊，看不到是一个人的像，然后有一些就是要刺，比如讲啊，不是刺气味，不是刺气味，他们就是要刺那个，那个脓啊、血啊这些东西的、就是成为他的食物。那你掰这个东西呢，他是吃不到。但有一些他要吃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有些他进了那个狗的那个身体，然后去吃，是不是讲没有？但不是吃那个香烟和那个什么东西，就是你拜了路边的那一个东西，那七夜八年什么他们会拜路边拜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吃这些东西。就是食物丢掉了，你们人丢掉了的食物，他们有机会去那边拿来吃。我们做了，比如讲你拜这个东西，它很多时候你以为它是香啊，这个东西感觉是如果有做好比没有做，做了一个形式，的话，那他就会变成怎么样？就是每一个人就以盲导盲，不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然后比如讲啊，10块钱的东西和20块钱的东西和一个小时的时间，你拿来去做，把这个20块和这些东西去做比较有意义的东西，然后我们同一个时候。回向给无边无界的众生呢，它带来的效果呢是比较多的。那比起你只做了一个，你看你也是一个动作，但你这种动作你感觉上要利益一些这样的人，但实际上是没有，你又花了同等的钱、同等的时间，
和一个是实际是可以带来效果的，然后也可以做到了过后回向的，那你自己去选择看那一个。当然你觉得如果你时间很多，金钱很多，你讲我开大开小也要，那没关系啦，没有，这个是个人的意愿，就是没有讲啊完全是不可以做。然后当然是我们做了过后，就如果这个东西比如讲刚才的门的雷瓦大讲，你做了过后，你的孩子子孙觉得你这个做的东西好，然后依这样的方式以后给你，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的确是这样，可能你会变这样，所以你临终的时候你就去想啊，我曾经有这样的拜，那搞不好这个东西啊是错，一个不是这么对的东西，成为你临终意念的那个进东西起来的话就不好，然后就不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佛陀也讲了，我们要立定自见，阿达萨玛巴尼地藏，就是我们把错误的见解把它立得对的话呢，我们的那个正见呢就是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对。我们人生呢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我们资源也是没有这么多的，然后如果有时间和有资源的话，就要赶紧的就是投入在那个可以转成很多善业的地方。比如讲后松讲的，那你如果是现在不要去讲看不到的东西，现在摆明就是有看到，我阻止你，我怎样阻止你，那就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就是他是在一间屋子或者是老人院，然后他是没有亲戚，没有什么后人的，然后他们但他们也害怕他死了过后谁帮他做这个事情呢，就有人找了我们的主席嘛，我们的前主啊，我们这个 MDS 的主席，然后他就想啊，借着这个机会，他就想 OK， 这个是好事啊，他想要做。然后如果你有觉得这个你怕啊，死了过后没有人会照顾你，或者是他们没有被照顾的话，那这一个是正确的时机，然后是可以去帮人家做一个啊。很好的那个善终呢，当然是如果在之前的话，还可以引导他做一些善的事情是更好了。然后把我们的时间和那个精力，然后去做这一个，然后回向给那一些可以得到这个功德了过后转换生命的。那其他三种的恶鬼呢是不能的，你不管再怎么做什么东西呢，不能得到。如果要讲例子的话，恶鬼的例子我讲可以讲很多，但你们就睡不了了。你们就晚上不敢睡了。像我们请班弟叔叔为我们一起带领我们回向功德。好，好 ，OK。刚好我想到了，刚好你们刚刚有在提起吉祥的选择的话，也许虽然我们的佛弟子们可能懂，但也许他们也稍微的解释给他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了解一下，如果在他们父母亲即将临终的时候，他们会进行怎样的方式引导他们的父母亲善终的话呢，有这样好的有这些教导的话还是好的。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是，虽然我父母亲也是对佛法，我家人大家都是佛，就是信佛的嘛，不是学佛的。但真正面临死，我父亲即将面临，还没有那一次没有死亡了，不好意思啦，讲错了。但那一次生命面临危险的时候，会有一点慌，讲真会。虽然我是出家人，我也学了这么多年的佛法，但真正面临我爸爸的身体很危险的时候，我都有一点慌起来。所以然后当然了，还好我还有我姐姐还有夏丽比加南地在场嘛，所以最终他也没事了。但起码呢，那个过程呢，后来呢还是很好的，让他处在很好的善心了，然后最后也活下来。
主要是提这个东西是希望不只是我们自己知道，也跟身边的人讲解一下下，不然的话到时候真正面临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亲戚不明会搞不清楚，甚至起烦恼我们所做的方法，或甚至跟我们跟我们在当场起一些冲突，那时候情况就不怎么样了。所以在事前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教导他们啊，这个是会比较好的建议了。嗯，这样的话我们就大家一起发愿你回向。一旦没本样阿萨瓦嘎呀瓦行好度，一旦没本样你把那萨达就要好度，妈妈不念巴干萨巴萨达南巴吉米德萨德美萨玛不念巴干拉班度，萨度萨度萨度。